有鬼啊，哪有鬼？你本来一早开摊呐，我早上刚封一个啊，刚封掉一个啊。有一个叫什么王公老爷的。 这个就是王公老爷，然后他应该是钦差，他应该是讨厌我。好，我是不知道为什么要讨厌我。我是觉得不用讨厌我了，我们已经过了那个骂来骂去的那一种时间点，我们现在没有。 我们现在已经不骂来骂去了。来，我再收回来。来柠檬鸡腿排了。来，我鸡腿排柠檬的春节两三个人，特别吃两百块的。一个三只、六只、八只、十只，来两百块的。来柠檬口味鸡腿排，这个不会啦。我已经讲柠檬了，我让他们买几个柠檬。啊，这香没？你把这个柠檬的香的呀？来四个而已啊。 来，春节喝，来，帅哥呗。希望大家不要骂来骂去，骂来骂去没有什么好吃。大家心平气和，看一看直播，睡个觉，吃个晚餐就好了。来，你吃葱抓饼呢？一包十袋，1.4公斤，1400克，重量包的葱抓饼哦，一包还卖1.8。 八到八百多只，八我来一百块，两百一包两包三包不成，这边一包，两包哦，来一包一百来抓饼哦，我来一百块头，真的很好吃，晚上睡不着还可以当面膜，啊，唔可以当面膜，爱去欧康穿开啦，多新面的，你买安尼咯，哦，确实，来来一百块来。
乖，你暗时啊歹困，买一袋，买一包等于七块蚊，对面打嘞，我三十秒来睡困呢。今天啊，这人家甲我讲的，来一百块拢换吼，一百块，双抓饼拢换下吼。来，阿叔，阿叔，你物件，咱下家顶面有空来，阿会叫啊，我甲拼拼啊，是你较好。啊，你啊拢未听贴啊，我叫阿叔啊，挂卡等啊你，阿要欠买两百块来，两百块回叫，我都拼一道啊。今年外口看人足少咧卖花枝丸，对不对？阮食吼一天会当卖五十斤，即摆一天卖二十斤足会来啊？为啥物？因为花枝丸起价起价，原料拢起价啦，所以咱嘛袂少啊。对啊，你真气咧，两百块我来花枝丸，真的不需要吼。两百块大一个蛋钱哦，啥物人饮酒啊？大哥呀！你等我一下，我不如较甜的。我这半年就是在学着不要生气。这半年就是学着不要生气。来两百块来，会叫两百。为什么呢？来，去炒一盘，你准备炒了？因为不生气比较能够赚钱。你唔免等，你唔免等，不生气你就紧等钱。不生气比较容易赚钱。来两百块来花枝丸，你生气的话，来两百块来花枝丸两百，比较不容易赚钱哦、喔。来，安尼继续好不好？真真正正，猪头马好食，我来花枝丸，猪头马袂歹哦。来两百块来，好难无买着，花枝丸来。就像我不容易生气以后，学着不生气以后，我台积电就赚了100%。一百块，阿哥你看不来好不好？两百了，也无够甜哦。就像我，你讲啥？也无够甜啦，无够甜哦，我袂就像我。不生气以后，台积电就赚了100%了。来两百块来，我这是好人家，谢谢啊，谢谢啊，无人家己讲家己好人家。哈哈哈！哎，我两百好人家，我讲真，来两百，好了，家己讲家己好的。我叫你遐多人。我离阮厝讲，我是一个好人才，我某唔免咧插社话啊。咱讲家己好人家，插社你难，来两百五的尔。你爸爸阿靠谱，老师我无袂哦，我唔敢管，管大安尼甲我讲，我嘛肯无听。这种话袂当凊彩讲，你知无？你凊彩讲话，你等下变内来，我无解决。老实个啊，认真之前去炸锅煮汤就好食，200块啦。你佫无买，我嘛无回去哦。那咱讲真个啊，十个客人而已，你唔知才几斤啊？才超过二十斤啊？来两百，来两百块啦。天天玩，天天玩，来两百块钱，啊，我收个钱嘞。哎，你去买，蛮买乖哈。哎，我叫两百块钱。来两百。来来，阿姨啊，客人来，我点一嘴尔啦。生气啊！点一嘴要让你面讲无够啊！来两百块来。收落一个交两斤的哈。来两百块，来今天还没买回去完呢，两百万都无啊无啊，我存这边的回去完。你没有买，我也没有花出啊。快点，哎，今天拿几粒出？帅哥，你一粒拿出来。来回去完两百块，来今天，我看到回去完呢，最后四个客人。有啊有啊，你的衣架是上尾啊。来回去完两百，拢看了未？老师，这一段两百块你搁咧看？你是像迄弄着卖回去完，看有影俗的，你搁咧看？来，最后两个人给回去完两百块拢总买有啊未？啊未买个就两百。五、四、三、二，好，谢谢。来，请你换衫。母亲节快乐！用打头，这人老的你都骗起来。先换过来啊！那来五百块，最后请你换。母亲节，我不知道有办法跟我陪笑。会头节，人家买中包来五百块，对，做秘书啦，做兼差啦，做秘书啦，来五百块啦，来一个买都，赚蛋钱哇，乖啊！哎，那个有在。想要结婚？你别笑的，啊！你还可以吃完天来，哦。来鳕鱼来，啊！多啊！这边我买买啥？鸡块啊，来鸡块啊！鸡块就两包。鸡块就两包。你也老未啊？半斤半斗啦，我多比唔着。啊，你就好厉害。哎，蛤蟆多买两包，你吃无？买蛤蟆两包，今日有人要吃蛤蟆无？没能办来，免两百，都加免两百，歹势来，一百块我都。
蛤蟆今天买蛤蟆，来一百块了，要吃蛤蟆的开一百了，来帅哥边啊买蛤蟆给你，来一百块来，蛤蜊蛤蜊蛤蜊，要吃蛤蜊的乖一点，来一百块给我。我跟你讲。有一个牌子，有网络上有一个水产的牌子，它的牌子的名称叫做“掌声蛤蜊蛤蜊”。来三个客人，来一百块蛤蟆，我你也买了来。那蛤蟆弄完哈，很可爱啊。来半斤半肉牛肉包搞面切，来算你买一千块八百面，来五百块，无算你啊袂歹势，算你嘛无啦。伊个唔饮钱，我嘛无算会贪卖你啊。来，加四叠六百，来五百块来招一个咩好啊？来，鳕鱼五百块来，够吗？哇，你去赶快出来咧，好吗？来五百块来。来，算你五百。无人要饮钱哦，来招。对啊，掌声蛤蜊蛤蜊啊！掌声蛤蜊蛤蜊。你靠魅力。哦。收好钱，咱伊就收好钱。你粉丝啊，真是假的，我讲。是安尼。系咩？嗯，我比较爱粉丝。Andy 有一半拢伊粉丝。半夜咩啊？搞几多人啊？来，今日个上面来五条哩。两个。两个啊！来，最后两位算你。经验值。哎呦，我讲生笑的啦。阿姨，你先啉一嘴口啊啦。哦。我较习惯人啉一嘴好啊。是的。才五地啊，才未四地，来六地哦，恁无啊？四个客人就好了。来三个，给钱给钱，好无？六个而已。来四个。六片嘛，四个而已。阿姨，你唔免啦，你。阿姨，你搁咧变，人拢是不要啦，你要搁咧变。阿哥，谁变我变？无啊，无啊。你啊，我给钱，人给钱，伊啊给好啦。你也知哦，你唔知你钱蚊去做咩卖茶啊？你客出来无？你看你还要去买，去看到是买咩？八卦卖？如果卖有啊？诶，客面咩物件？客钱咩啊？是我卖，我卖，我卖。我阿包你啲钱无？我唔算好招人咩？咩做人咩对吧？哦，来，大家阿边见咧婆声波。哎呀，边见咧有波。边见咩讲咧？听唔听？阿达。冇讲呀。来，三个人来，开口八卦来。诶，你足够冇看阿姨啊？吼。三礼拜啊，拢吃过啊。等下你甲退冰，甲半面，用皮这边，用皮这边内煎，煎煎两个三毛椒都。它没有吃的，它只有中间这一块骨头，而且这块吼、哦、比中块的肉更加嫩哦，更加甜更加油哦。但是可惜的，一只鸡干那一块尾啊，你有看到有两块尾啊？牙齿，一只鸡有两块尾啊？有。有啦，先吃。老尾吃五百块嘞。我讲鲑鱼，我卖花五百，我你上个月就来三百块，三百块来鲑鱼尾，来三百块，就头一个月来三百。你鲑鱼尾今麦买不起，就买有安尼。真的有钱不一定买得到，因为真足欠费。来三百块来这两只都好哩，这地包做软的啦。但是我讲真嘞啦，一只甲一块尾啊尔，你也要几只嘛甲一块。来。这卖你五百，这卖你三百，你买过啊？两枚饼来啊！来，来沙发的，脚松过来。来，来上场，上场，上场。不要，不要，不要。来沙发的，谢然后谢的，那个徐宝，四个就好了。来，老板，我几千块。好啦，过来买来平牛吧，哈。来，感谢你四位，这几位真正拢起价啊！这单才三百块，你买袂啊？啊，不过吼，欢喜得，我哪有骗？阿姨，宝贝啊，你个生活，等我哩呢，吃好贵个，五百块买袂出，来三百，来搁一个酱，喏，十只哦，二来牛肉包来，牛肉包来啊，牛肉包，恁捌买过无？老口的牛肉，老口的牛肉，哦，你其他经过的无？蓝带鱼不叫卖两钱？哦，这一包六十五块啊，这个。这个是常温包哦，你买等于没坑冰箱，没坑冰冻哦。哦，你只要它放在阴凉处，它就不会坏掉，可以放到十月十八号的样子。哎，个五锅碗位，阿妹阿祖，这已经熟了，回去你等于用水吼，然后滚一包你啊煮落，隔水加热，然后吼你白饭还是要吃面拢会使，白饭白面甲过来，一包加落甲拌一拌，牛肉烩饭、牛肉烩面好啊，两包百三，三包两百块，少一个啦。老饕牛肉，来两百块来，五三万拢甲吹出来，来两百块来，老饕牛肉，
半斤半肉，两百块的牛肉包没人要吃，来我再送一包给你，来招一个人家买无？老饕牛肉半斤半肉，来两百块，来再送一包，五百给你，来两百块啦，啊，规支三个买六百给你啦，你较紧啦，来两百块得啦。老饕牛肉包来，半斤半肉的哦，牛肉是好吃的哦，来200块来，够人无买着无？买较紧的，剩一箱尔，我嘛无啦。老饕牛肉半斤半肉六包。真的不用放冰箱，不会坏掉。啊，你也欢乐，你甲冰的嘛 ，OK， 拢会使。但是爱加食哦，吼，来200块来，200块我俾你上，唔是俾你扛的哦，来200拢完哦。有哦，包袂起。有哦，真正有人会袂起食呢。真的呢，我袂爱平，都侪人袂起食。鱼拢袂用拍麻将啊。你来讲咩哦？嗯，我是怕大佬，我袂拍麻将。来，五三曼蛤蟆小块块了。有，小姐你要半斤半肉牛肉，来给他给我。来，蛤蟆多啊，这边上买蛤蟆。来，大哥来几只？拍摄。来，五三曼千几盘五只特 A 级的。来，小姐这边。你们请那特 A 级的五三曼，你们买不到这个价钱哦。来，千二、千五、千三，来几千？1000块来，我家弄我拎来，五三曼，真的好吃，不一样啊。等一下他也是变这样了。来，五三曼1000块来，最好两个人去，拢准备了啊。五三曼，来大哥来，没关系，来1000块来，五三曼来，最好两个人去无啊？五三曼1000块拢准备了啊，帅哥。帅哥，你有手表无？新规定嘛，都有牛二两鸡腿，牛二两鸡腿差不多1点钟来就卖了。哦，鸡排甲客起来不紧，我都有鸡排，但是这瓶牛二两这是原味，它不会辣。你要吃辣一点，你就撒点胡椒。哦，你不喜欢吃辣，你就这样吃，就是原味不会辣。好，别加这样，别酒冷饭后了。这是货片啊，货全进来了，一袋3盒啦。啊，做高温，真正做高温，我、哦、给你们看，真的很厚。回去煎一煎，炸一炸，气炸过来了，给200块完成。来200块，来6片给你。来200块。来8片给你，真真金。来这边有你，来200块交钱了冇？来200块，这边有个上两片。来200块，上一叠有你。来200块，来200块，来4叠5叠有你，6叠7叠8叠9叠有你，来10叠有你，200块了。啊，你无惨哦，啊，你弄来惨来，我咱十二条你来200块咯。货车鸡排、货片鸡排，拢做咩啊？200块，几箱人嘞？我第二箱嘞，我来，拢来啊！来花枝所卷的。红梨啊，红梨，我卡到要问恁爸爸妈妈，后日拜啦，拜啦。来花枝所卷，要吃到几年啊？啊，你要几箱？啊！较早来，忙这时间来，我就袂了嘞。来4条50块的飞机券，来捌吃过呀？我系啊，你拢毋捌吃过啊？4条50是钱哦，你吃，你家己摕转去整，摕转去煮，摕转去生炸锅，8条、12条，免100块来，700块，100块给我来。花枝所卷非常好吃，来请前辈阿宝花枝所卷。好嘅，走未啊？12条，而家都无盖管理呢，还无13、14、15条，来100块来。乖，你足在意这几条啊？你哦，会计较呢？乖，真正计较，不要计较，因为有计较就有伤害。不是伤害我，就是伤害你，不然就是伤害花枝所卷。啊，你伤害以后啊，对咩？三个名未过瘾，你伤害较大，咱来坐人20条，你来一班，100块来花枝所卷，阿未咩？紧嘞，一个人拿20条回去，好吃哦。真的好吃，这狼可以嚼掉，等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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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，几个而已哦，几个买？最后三位花枝小姐，100块了，一个人拿20条，快点，来100块。铁路猪排，牛二两买不掉，是不是爱买铁路猪排？来，我们讲底牌，来铁路猪排哦，有锻炼吗？对，这那个花枝小卷稍等啊，你们请给我条，你们等我一下，我分两片就好了。来，一叠4张，2叠8张，3叠4叠5叠，200块铁路猪排来，200块。唔捌食过哦，唔捌食过6条哩，7条哩，8条哩，免三二200咯，这两条佮送你到我10条啊，真正好食，来200块哩，铁路猪排200块。无几个人加买，叫动作快啊！来3叠，来4叠，来5叠、6叠，来7叠、8叠。了解这个，来9叠、
十题给你，来两百块来底牌，最后三位了，赶快哦，来五题，来七题，来八题、九题，来十题给你，来铁路猪排，够三百块了，真的好吃，来八杯了，真正好吃，这钱啊，等下你忙死你哈，一只铁饼，一只煎蛋，来六题给你。来八条你来九条十条你来最后两位铁路猪排都买到了没？可以了哈，铁路猪排都买了。好，谢谢你们。来，哇！我阿姨阿哥搞了没？哦，有我吃。我阿伯伊阿哥本来来插我。你讲咩嘅？顶面这红红的是樱花虾，这种是的哦。下底这颗啊是米糕，这个叫。